杜鹃被人们歌颂了近2000年，实则它却是鸟中败类。它们一出生便开始想着害鸟性命，它们一般不会筑巢，在产下后代时便会霸占其他鸟类的巢穴，鸟妈妈会连巢穴中的鸟蛋叼走。而更令人气愤的是，杜鹃孵化幼鸟时会把巢穴中的兄弟姐妹拱出鸟窝，这样一来它便会得到妈妈的独宠。然而还有一种鸟更为残忍，它便是白鹳，就连自己亲生的孩子它也会痛下杀手。在西方，白鹳担任着送子鸟的原型，同时也是德国的国鸟。谁也没想到它们竟然具有杀婴行为，那它为何这样做呢？幼鸟们在妈妈的投喂食物时便会发生竞争，最终食物全被凶狠的幼鸟抢走。时间一久，幼鸟体型便有了差距，白鹳妈妈便会做出这样的决定，杀弱保强。看似残忍，实则却是为了他们的家族着想。